就认为他手后面一点。那如果又到真的是草皮去的话，会不会又手前面？结果打击的黄浩然呢是被郑琦龙呢这个球给三振，哦，这个球就掉的是相当的漂亮。我真的是也不位置重新做一些改变之后，因为到处球如恐如吓。就这个球是打者遭到了三振，结束了这个半局，三局的上半结束，目前0-3，南明狗暂时落后。满球数，垒上跑者走了，就这个球膀子挥了出去，是遭到了三振，结束了这个半局，四局上半结束之后，目前0-3，南明狗暂时落后。球数现在是投手领先，三振。这个球是也不好打的一个位置。我这个球够刁钻，不好判断。从我们这个角度都会感觉它太低了，更何况是那橄榄球要去把那个人解开，乱挤的把它解开。结果这个球好球哇！结果打者是被三振，结束了这个半局，3-0，目前是相对暂时领先。